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郑英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九月期指今天出现一个震荡收高的盘势，中场现货只有小涨了4点，而九月期指则上涨了36点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九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九月期指的当冲呢，出现了一个开平走高的一个盘势。我们可以看到最低呢，它叫8980点，在8点45分出现。而最高价它叫9059点，在10点24分出现。而今天的当冲的高低区间呢，有大概将近80点的行情哦，只有79点啦哦，将近80点。而整个行情呢，在今天呢是属于多头的一个格局哦，依然持续偏多哦。那么在今天呢，要公布我们今天的当冲操作之前呢，曾老师有一个小故事呢，要跟全国的观众朋友，甚至于全体的会员朋友来一起分享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呢？其实在昨天啊，这个八月期指结算之后啊，曾老师在昨天下午啊，有接到一个投资朋友的来电。哦，那这位投资朋友呢，她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投资朋友，她打电话给我，她坚持一定要跟我本人讲到电话。哦，那当然呢，她一直苦苦的哀求我们的服务人员，那最后呢，我们的服务人员把这个电话拿给我，那我也本人亲自回了电话给这个投资朋友。那这个投资朋友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跟我讲到电话呢？首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服务人员把电话给我，我在回电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我是曾老师。他一听到我是曾老师的时候，一开始呢话都讲不出来，他在哭。那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话都还没讲到他就在哭。最后他的心情稍微比较平静之后，他才慢慢的嘞讲出了这一切。他告诉我什么？他说啊，昨天是八月期指结算啦、啊、一结算完毕啊，他发现他家里面的积蓄啊竟然少了一大半。我问他为什么少了一大半，原来这个投资朋友他去参加别的期货老师，结果别的期货老师带他做波段单。那这个波段单各位都知道一定会流仓嘛，结果他们流仓的部位竟然是流空单，而且一直的凹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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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凹到昨天没办法凹了嘛，因为昨天结算了嘛。结果一凹单的结果，到昨天结算完毕之后，他竟然发现竟然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，家里面的存款积蓄啊竟然少了一大半，他先生还不知道。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在哭，他问我该怎么办。那我就告诉这位投资朋友说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。哦，那当然这个怎么东山再起，我们等一下会来告诉各位。那我相信这个故事讲到这里，我相信发生这样子的悲剧的投资朋友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位小姐，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，你因为跟错了老师或自己的判断错误，在整个八月期指这样的一个多头行情的架构下，你可能损失了很多钱，因为你一再的凹空单，你一再的做空，结果行情一再的涨，你一再的赔钱。可能不止这位小姐，很多人也有这样的遭遇。那么如果你的八月期指已经赔了很多钱，你此时此刻也觉得输得很惨，输得很累的话，那么让曾老师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让亚洲棋王帮你东山再起，让亚洲棋王帮你东山再起。那话讲到这边，到底我凭什么可以帮你东山再起，这个内容就很重要了嘛，你一定要看下去嘛。如果你在八月份你是伤痕累累的投资朋友的话，你一定要看一下我要怎么样帮你东山再起。那么话说，很多人因为这一波行情八月期指跑去做空，做了波段空单，损失惨重。如果这一条路你是受伤惨重的，那么何不换一个方式来操作？换什么方式？简单的来讲，不要做那个波段单嘛，你就开始来做当冲嘛。那今日事今日毕，也不会流仓，也不会有压力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当冲到底要怎么做？虽然很多人也在做当冲，可是很多人却做的怎样，哩哩啦啦啊，也是怎样伤痕累累。所以在今天，我要郑重来告诉你，
到底亚洲棋王要怎么样帮你东山再起？首先我们来看到正宗棋王当中战法，这就是我要帮助你的方法。正宗棋王的当中战法，首先每一天的当中它一定有多空行情的判断，那这个多空行情的判断麻烦你交给我，我来帮你判断。棋王的当中讯息会告诉你，然后接着高低的转折点位，你要把我这一套系统带回去，它叫仙人指路的精装版。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乖乖的跟我做当中，那要怎么做？首先多空方向我帮你判断，接着高低转折的停利点由仙人指路来告诉你，讯息结合软体我让你把握每天的当中行情，很快的你就可以把你输的钱全部呢把它给要回来。就像今天该怎么做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哦。第一件事情当然要先判定多空方向，那么多空方向呢，很多人喜欢猜，很多人喜欢凭感觉，我说从现在开始你都不用伤脑筋，你只要把我的扣讯带回去，在今天8:58来，各位你会很轻松很愉快的看到这样的扣讯，市价多九月期指目前报价9006附近，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市价做多怎么样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我们来看一下8:588:59价位是不是在这附近，确实在这附近9006嘛，各位你们看到9006这8:59嘛，8:588:59确实价位就在9006附近嘛。那我说了每一天你跟着我做，我每一天一定会出手市价单，那今天8:58也是9点以前现货还没开，我就出手做市价单，几乎每一天的行情啊我都会在9点以前出手做市价单。我想你跟我很久的会员你都知道我每天一定会出手，而且市价进出一定能够成交，因为我要让会员你确确实实的能够看得到行情也享受得到行情，所以一定要市价单，市价单才能够确保一定成交，我讲的没错吧。所以在今天的第一这个8:58现货还没开盘之前，我们出手做的这一笔单市价多单，我们再看一下扣讯，九月期指报价9006附近，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市价做多多少，至少两口大台子。那今天8:58我就是请会员呢9006来做多哦，那9006多单进场至少两口大台子。好，这个多空方向的判定你把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你交给我来解决，我帮你判断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怎样判断多空方向，判断完毕之后各位接着我讲过什么，当你成为我的家族成员，你除了把我的扣讯带回去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你要连同这一套软体也带回去，我讲过了嘛，我几乎每天都在讲嘛，每天都在告诉你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知道每天的高低转折点嘛，那这个高低转折点我讲过了，你不需要猜，仙人指路他就会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去猜测高低转折点，这一套系统每天一开盘8:46他就会帮你算出来。那为什么要算出这个高低转折点，为什么要算出来？因为你做多到底要在压力点什么样的点会出场，或者是做空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支撑点出场，这一套系统在8:46它就会精算出来，然后告诉你让你知道，并且事先去预挂停利。就像今天我们的第一笔单你看到了是不是9006做多，那9006做多行情是不是上去了，行情上去了对不对，最高是不是来到9059，直接打个龙灾嘛，9059之后你要不要猜？不用猜。来各位第二个步骤，高低转折点仙人指路系统会告诉你，来8:47你看一下今天天线的当冲压力，你有没有看到当冲压力？做多停利当然是要看压力啊，那当冲压力到底在哪里不需要猜，这边它就会很清楚的告诉你，8:479055上下两点就是今天的当冲压力，是什么？多单停利参考点啊。所以做多停利看压力，我说方向亚洲棋王会帮你判断，那停利点呢仙人指路它会告诉你，要仙人指路结合曾老师的扣讯就是等于100分的操作，9006做多来到9055出掉，这两口单是不是就涨了98点？哎，各位这样子两口单就涨98点，将近20000呢。各位来再来，那既然这边是压力在8:46今天的高点预判，观察9055上下两点，请预挂这些点位来做空，并且怎样设好25点停损。如果你拥有仙人指路，8:46你就会事先预挂9055来放空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，再赢一趟，够压去抓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当中你有两段价差可以掌握，一段是做多上去，那谁会带你做多？当然是曾英杰会带你做多啊，证据在这里啊，9006啊，不是吗？那做多上去之后，停利点看软体，软体的压力点会告诉你在哪里。
在9055这里，来各位，在这个地方9055这个地方，它会告诉你这里是压力点，会告诉你，事先告诉你，然后让你呢有时间去预挂停利哦，这个是多单停利参考点。接着当然同样的，在压力点，你如果有这套软体，你也会事先去预挂做空。那么来到收盘，来各位，今天不再动作，软体会员手上所有的转折点部位，在没有打到25点停损的前提之下，一律怎样收盘价出清。也就是说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任何的买卖进出，你只要有依据的话，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日积月累财富聚。买卖进出有依据，日积月累财富聚，这些依据你完全按照我的方法来做，每一天都一样，用同样的方法，多空的方向你交给我帮你判断，交给专业的曾英杰，交给专业的亚洲棋网帮你判断。那判断完毕之后呢，像今天做多了冲上去，还没来到9055之前，我们的软体就会事先告诉你，今天如果做多的话，压力点拉近就在9055上下两点，要记得停利，因为它是多单停利参考点。那停利完毕之后，你就有98点了。接着905放空，来到收盘9042，再跌26点。两段交易下来，涨跌机会它叫124点。我说这个就是我要帮你东山再起的方法。那刚好今天收完盘了，其实这一位小姐她也蛮干脆的，因为她别无选择，她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。今天收完盘，我马上问她，今天做的怎么样？她很感动。他说想不到当初能够这么的轻松，也能够这么的简单，而且不需要压力。他告诉我说，8月棋子他在做这个棋子的空单的时候，他压力很大。为什么很大？因为留错方向嘛，然后每天都睡不着觉，然后又看到美国常常在大涨，台子棋呢也常常在大涨，都不会回跌，都不会跌回来，所以他每一天的心情都很沉重，可是又砍不下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赔太多钱了，所以呢，他很后悔，为什么要去相信那个老师，去做了波段空单，整个八月让他家里面的积蓄赔掉了一大半，现在有了我，他觉得充满希望。为什么？每天他只能慢慢的每天借由这个方法，把他所失去的一切把它给补起来。我说了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肯定不是这位投资朋友的问题，很有可能也是你的问题。所以在这地方，我想要告诉你，让亚洲棋王帮你东山再起。但是这个节目我还是要做个强调，我想你也看到这样的结果它是对的，但是重点我还是要做个强调，电视节目我要做个郑重声明，我怕误导不特定投资人，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，我们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，不是在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律规范，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，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知道你在八月棋子，你可能也许受伤惨重，这也许不是你的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本身不是高手嘛。那我讲过了，不是高手，你就放下你的自尊心。各位，享受近乎完美的操作很简单，你只要把我的讯息，把我的这套系统带回去，两个结合在一起，你也可以变得跟高手一样厉害。哦，就像这位投资朋友，他昨天才刚入会而已，昨天才入会哦。我昨天跟他讲完电话。他愿意给曾老师机会，也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？因为他没有退路了，他怕他先生发现了怎么家里的钱少了一大半，他怕走上离婚之路啊。我说现在你只有这一条路，你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，我用最短的时间，我让你看到什么叫专业。各位，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困扰，钱输足济啊，怕先生怕老婆知道不敢讲。现在你唯一的方式，让我来帮你东山再起，用当冲的方式，每天不要留仓，不要再去留仓，去冒看不到的风险，每天跟着我，一个脚印，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一步一脚印，把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它给拼回来。怎么拼回来？我说的这两个东西你要带回去，中场资讯，中场资讯，请你看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在八月受伤很重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在八月失去很多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痛彻心扉，下定决心跟我们一起迎战棋子当中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待会再回到节目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
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，迎战四支架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棋王团队棋果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，每日一定出手；二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，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。02-2578-3777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中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四支架，迎战四支架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。鹅牌气密窗，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，要怎么准备才好呢？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，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，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，保障多更多。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，要选对保险种类，并注意效期。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。朋友们，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，让出国更安心，有备无患哦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很多人会参与金融市场，会参与期货市场，绝对都是因为期货市场它实在充满着太吸引人的报酬跟机会。但是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当你参与这个期货市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？想过什么事情？这个金融市场它每天虽然都充满机会，但是谁才能够真正享受得到这个机会？各位，机会啊跟风险啊它是一体两面，机会跟风险啊，报酬跟风险啊，它绝对是连体婴，有报酬就有风险。问题是谁能享受到报酬，谁又必须要承受风险？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？肯定是这样的嘛，有操盘实力的人他才能享受机会嘛，有操盘方法的人才能够享受机会嘛。那请问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这些条件？我讲过了，很多人来到这个市场啊，都是在靠运气，凭感觉，靠猜测听消息，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来操作棋子，感觉今天要上去，感觉今天要下去，然后用这种感觉来操作棋子。各位，用运气的方式它叫做赌博，不叫做投资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输钱？因为你都在博运气啊，你们都在拼运气啊，你们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我曾老师凭什么能带你做？各位，因为我的做法很简单，多空的方向由我来告诉你，由我来判断，那高低的转折点由我们这套仙人指路帮你算，
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，都是有凭有据的操作，绝对不是凭感觉乱做一通，各位。所以说这个讯息结合软体，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能够帮助你东山再起，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行情都可以把握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像今天为什么我说可以帮你东山再起，你看看今天你跑去做空，而亚洲期王判断9006可以做多，这个就差很多了，这就是专业跟不专业的差别啊，这就是专业跟运气的差别啊。专业的人今天知道方向要做多，靠运气的人你很有可能就猜错方向。那今天你用猜的方式你做多，你也不要太得意，为什么？明天你会不会猜对？后天你会不会继续猜对？有可能靠运气每天都赢吗？不可能嘛，那靠运气也当赢啊，大家都不用做工作了嘛，你听我意思不？所以这个一定是有真凭实力啊，有真本事的人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机会啊。这个做多上去，你看软体告诉我们9055可以做空，各位，这样两段交易124点，那你说这个是可能是运气好碰巧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哦，我带你来看三天，这今天，昨天行情长这样，我们昨天的8月期指我们有参与结算，怎么做？我们请会员9090做多，对吧？然后接着哦，再请会员9067的附近9072这里去加码做多，昨天最低9067嘛，这八月期指嘛，昨天嘛，昨天总共做了2笔多单，然后呢，昨天的压力没来，我昨天是不是有告诉你8.46压力点在9138没来嘛？那没来怎么办？就放到结算，昨天160点，昨天做2笔多单，然后昨天做2笔多单，那么再看前天这个行情杀一大段下来，再反弹上去，怎么做？当然要跟着高手做啊，谁是高手？来各位。8月16号，我们第一笔放空，这行情放空绝对是对的嘛？为什么这么巧？如果是运气，那为什么曾老师每天都可以猜对？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？这真的是用猜的吗？这绝对不是用猜的，而是曾老师他具备了20年的实战操盘经验。所以我的专业，当然可以让我的操作的胜率提高嘛，会比一般的散户还要高嘛，判断方向也会比较精准嘛。哦，你来看8月16号，我们除了做一笔空单之外，9138，我们还请我们的清代班再预挂9154做空。来，各位，这9:28才来，我们9:17就请他预挂。哦，那我也在节目上讲过，需要全投顾界。如果你还能够找出像第二位曾老师这么操作犀利的人的话，我讲真的，你可以放心去跟他了。但是你真的找不到，你真的找不到，你相信我，你可以去试。但是试完之后，麻烦你再来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，再比较看看，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去走那个冤枉路？冤枉路你听到歪说，白白绕了一圈，然后再回到我身边，就因为他们的费用可能比我便宜，你想要先试试看便宜的，那我绝对欢迎。我最喜欢这样了，因为你绕了一圈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还真的只有曾老师可以跟。很多人都这样讲，绕了一圈。参加了5个6个老师，到最后来到我这里已经伤痕累累了，接着就停泊在我这里，一停泊可能就好几年了，从此不再换老师，这是很多会员的真心话，我不骗你哦，哦，我不是为了要做你生意，坦白讲，做那一点点生意那个没意思，我讲的都是会员曾经讲过的话，哦，来，那么礼拜8月16号那一天，来我们来看一下8:46的支撑点9053，刚好。距离那一天的最低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差几点呢？所以我说，为什么你如果要跟着我操作当中的话，你除了我的扣讯要带回去之外，你当然我的软体你要带回去。哦，这8月16号的一个战果，涨跌240点，还不包含9154的空单，我怕这个点数太大，你会不相信啊？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在这地方，今天啊，我相信，也许看完节目之后，会有更多的投资朋友，或者是观众朋友。你可能有兴趣来洽询，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案例跟昨天来电的投资朋友很像，八月期指输到的有没有糟了啊，有没有痛口啊，然后呢哭哭啼啼来找曾老师。我想这种人绝对肯定不止昨天来电的这位投资朋友，那这位投资朋友他做了明智的选择，今天他也笑了，他看到了无限的希望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如果你真的不是高手，你只要有这两样东西，亚洲期王的讯息还有仙人指路系统，你也能成为高手。成功啊就在一念之间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下定决心跟我们一起迎
战情之当中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，每日一定出手；二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，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曾老师知道你想要迎战棋子当中，因此特别推出了欢乐组合套餐。欢乐组合套餐，棋王当冲讯息，棋王操盘软体，即日起开放迎战试吃价，迎战试吃价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选一项，三个月28800。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，两项商品全选两个月28800。迎战棋子是刻不容缓的事情，是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。速拨迎战专线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现在马上拿起电话享受欢乐组合套餐，谢谢大家。